冬季联盟中职联杯明晚首战日职东军队先发打线虽尚未出炉，但四棒重责确定先由林明杰扛起，他对自己的打击也充满信心。中职联队总教练林正贤表示，单纯就练习来看，林明杰的状况很好，明天比赛捕手是廖建富，让林明杰打四棒指定打击。林明杰对自己的打击很有信心，业余时代就有长打实力，只是进入职棒后重心放在手背，反而掩盖了原本的优点。今年季赛打完，林明杰觉得自己手背进步很大，但打击似乎在原地踏步。这次参加东盟比赛，他要求自己专心回到打击，要在东盟调整得更好。林明杰已是第三次打东盟，临场也不会紧张，他希望透过东盟比赛为明年准备，开季就成为主将，立刻就能从一军出发。尽管教练团赋予四棒重责，但林明杰说打第几棒都一样，站上去就觉得自己是最强的。林明杰要扛中职联队四棒，对自己很有信心。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。